香港灯饰打街到雅街老街中间的花园街，又有着波鞋街的俗称。所谓的波鞋，就是粤语中的球鞋。而这条街最有名的地方，就是聚集了许多贩售运动鞋、体育用品的店家。从1980年代左右开始发展，到现在已经是十分具有特色的运动用品购物区域。短短的几百公尺长度，却有数十家相关店家。无论是喜欢各大国际品牌新款、限量款，或是想入手特价出清的运动鞋与运动服装，到这里寻宝准没错。想到香港买运动鞋吗？别忘了到花园街逛逛哦。